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我自己的业我自己背。我是1949年的属牛，请师父帮助我看看我的身体。几几年呢？1949年属牛。哎呀，你以后要多穿点白的衣服啊！你是白牛啊？白牛啊！你这头牛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是水牛。医生都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对对。水牛在水中啊，帮人家耕地呀、啊嗯，很可怜的。对呀、啊，真的。你要自己，你自己要多。多喝水，平时要多洗澡、多接触水，家里要多放点水。在我在去年4月检查复核检查检发现是乳腺癌，我就所以我现在就想请师傅给我看一下。你等等啊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嗯。哦。哦，是呀。嗯。啊，乳腺增生啊！对呀、啊。嗯。哦，你要特别当心哦，你这是灵性病导致的。我晓得，我就是想问问你。你被人家下过杠头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很辛苦。我这个7月这2个月开始，整天我也晓得有好像有东西整天跟着我弄。现在知道了不啦？的腿一酸，那我就你被人家下杠头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得罪过谁吧？家里的人有没有分什么财产或者分什么东西分得不匀啊？房子啊，有什么东西啊？有啊。有啊，还要我讲啊？但有啊，真的有啊。不开心啊？什么叫真的有啊？师父跟你讲讲假的。对啊，你得罪人了。哦，不是，只是我哥哥同我的妹妹张房子，我是从大陆来的很急，所以我没有发言权，我也没有。你没有发言权，你挑拨，他们有一个人很恨你。哦。你把你妹妹也不知道把你哥哥的话讲给了他听，他们打得更厉害。对对对。听懂了吗？懂，我现在知道。对，你现在知道啊，不能造口业的呀。你知道你是得罪了那个女的还是一个男的？女的。他现在帮你找人下你杠头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有杠头的吗？我不晓得。他说真的有杠头吗？长杠头啊。赶快念了。嗯。念小房子啊，把它化解。跟他的冤结，我看我家里都，我同我先生身体都不很好，我看一看是不是我家里也有那些过去的盲人有在家里不？我看看你先生家里的房子是你先生的是不是啊？我同我先生的。那么你告诉我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，我都想看得见。我49年属牛。啊，你的房子还可以啊。房子没什么大问题，房子里没什么大灵性、就是走进来边上有个小房间堆东西的。堆东西的、楼下还是楼上？楼下。哦，对对，有一个房、这里边有灵性。哦，听懂了吗？听懂。念掉吧。53张小房子啊，那个房屋小房子。对，房子的要经者。哦，房子的。再给你再念一，再给自己念念点小房子，63张。我自己。对，把你这两天的身体，他给你下的杠头要解掉。好吧。好。还要念往生咒。往生咒要念，每天要念49遍。姐姐咒每天要念69遍。有人帮你记录的。这样好吗？那我还要放多少生放生？慢慢放吧，1500条。我许愿了20000条，我已经放了那个8000条左右。我也前几天我也委托那个师傅给我放了2头牛在现在我真的搞不清楚了，
放了两头牛，放了两头牛，这个牛所以放掉了。真的不懂这。放牛，放牛有什么用啦？也是放生嘛。放生啊，牛本来就放的，人家就不杀的。你把它放到哪里了？你把牛放到哪里去了啦？就放到山上去了，是不是啦？不晓得，我没偷，也是他们泰国的朋友。师傅了，你要当心点的，你不要乱来啊，听得懂吗？啊？嗯。就放生嘛就好，放鱼嘛就好啦。啊。放牛了。什么树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当心啊，左乳房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左乳房。好是好一点了，还是有。嗯。还是有毛病啊。嗯，就是我进来好像很紧张这样，好像。嗯，好像有东西，他卡住你的一个灵性，经常来卡住你的脖子，所以你的颈椎不好。嗯，还有腰不好，你的眼睛也被他弄了不好。嗯，眼睛看都看不清楚。嗯，我讲对不对啊？对对对。赶快把它念掉就好了。哦，念掉好吧。哦，好。家里就是下面楼上蛮好的，楼上没什么问题。没什么问题。好吧。哦、我看我的先生身体也不很好，给我早两年，但是现在我有病，我先生就好一点。我以为是有灵性在我家里搞，就是这样。灵性嘛，就是那个对于物质的杂物的房间里的呀。啊、哦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其他没什么，我劝你呢，有一点。嗯。啊，你否则的命太硬，我觉得你稍微应该化化妆。稍微有点女人样子出来，你现在弄得像个男人一样了，你跟你先生两个人命会冲的，我不骗你的。哦、你不能家里一个人一个房间里一开门两个男的。我现在我刚刚看你图腾，看你们家里、嗯、你先生我的形象我都看得见、嗯、你先生长得比你还好看呢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你乖一点呢、啊、嗯，你在家里蛮闹的，经常手指着他，我都可以把你做过的东西再拉回来再看的，就像放电影一样的。嗯，你以后不要再骂他了，他身体很不好的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死不掉的，他要死起来他比你死的还早呢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嗯，你放心好了，你不会死的，你自己好好努力，好好要念经了。嗯，好吧。好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就是这个问题。啊，其他没什么大问题了。啊、嗯嗯，好吧、嗯，我看你把这些小房子念掉之后，你再去做个检查吧。啊、我有去检查，我回去有去检查，嗯、对。好像指标是下来一点，没动，没有扩散。没有扩散，对。好啦。啊、嗯、啊、嗯。没扩散就能保持住。嗯，扩散了就闯祸了。嗯，这样听得懂吗、啊？听得懂。如果你晚上做梦有穿黑衣的人来拉你的话，你就很危险了。嗯，这样。你赶快要叫观世音菩萨。啊。你许过愿没有啦？我许。吃全素了没有啊？吃了半年，我刚那个十二星龙法门才九个月、啊，我就三个月就切了福台同吃全素了。嗯。嗯嗯，所以现在才没让你扩散呀。啊，这样，否则你要扩散的。嗯，好吗、嗯？衣服穿了白一点。啊 ，OK。你是个白流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了。好，谢谢，罗军长台长，谢谢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。乖一点啊、哦嗯，好好念经。嗯